星期六我们去斗六，就是这个斗六嘛。鸭肉饭，鸭腿的吧？嗯，鸭腿。的汤。鸭腿汤。阿姨，看到没？鸭腿。鸭。台湾朋友请我们吃的，零嘴啊，很多。还有吃我们。点心。啊，请我们吃水果。对，里面是什么？这里没有了，这是水果啊。对，这里就是这些啊。OK。不够饱，然后再加点，然后太太没有说清楚。对啊，他们以为我以为我们是外带，哎，浪费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好，我们再吃。看来今天不够饱啊，要再吃零嘴吧。